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社长哥。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五个让你人际关系好到爆棚的思维。只要学会一个，你的人际关系就如鱼得水。第一呢，是谈判思维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是谈判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肯定是利益给的不够多。第二呢，就是饭局思维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有，那肯定需要两顿。第三呢，就是合作思维。什么叫合作思维？也就是利益共享、资源共享，只有大家合作才能把事情做大，把蛋糕做大。第四呢，也就是宽恕思维。做人呢要一丝不苟，可是做事呢就要难得糊涂。只有你学会了宽恕别人，别人才会更容易和你相处。第五呢，就是有用思维。什么叫有用思维？对社会有用，对别人有用。当你对别人有用的时候，你离成功就不远了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是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。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